觉得内心蛮兴奋的。近距离去接触野生动物是一件蛮愉快的事情。它的背景是一望无际的海洋，我觉得这画面真的是太美了。来到宫崎呢，有样东西一定要来尝一尝，简单来说就是牛肉。宫崎牛世界闻名，它已经是跃上了国际舞台。其实呢，我觉得坐人力车来走访啊这个古城的时候，是另外一种不一样的选择。